今年的汉光四十号演习是没有剧本的，没有假想敌的。这个我们的退将就戳破军方说，难道你真的所谓的真实状况就是演习视同作战吗？哈，来标榜着不虚不玩假，照实做。哈，这个顾立雄说呢，取消红军就是这个代表你的敌军呢，是参谋总长决定的哦。对，赶快推哦，要以真实的想走来进行验证。哈，那包括什么呢？演习无剧本，历来最接近实战，连续性的状况诱导。营造那个实战的氛围，展示的科目预演教阅全部取消，去中化的指管，模拟指挥，这个练战时中断，各战区可以独立作战，实兵所有部队都将投入操演，最小兵力留守，实时要这个验证部队能力跟限制，夜间训是演训的核心哦，所以晚上不能睡觉。实地就我方事先处理战地啊，更加熟悉地形地物啊，防卫这个战的重大优点哈。那本岛是实兵不实弹，外岛要结合实弹射击。那立委就说啦，既然演习要实战化，为何要取消攻击军的角色？营业费时哦，无法反映战场的真实状况，真是大开倒车。而且呢，这个事实上哈。你看马前总统有没有穿上这个衣服，连这个不太出门的小英总统啊也要演一下啊，对不对？迷彩服啊，这个这个叫什么防弹背心啊，头盔啊，好，通通都要出来一下，总是要去试导一下汉光演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而且特别是马总统从第二任开始大量的出席大型的实兵科目，偶尔去陪过他啦。好，那这个前总统蒋经国李登辉时代就有实弹火力展示的科目，总统出席率不高，那甚至陈水扁对于这个汉光哦有增减，把它当成一个政治表态的工具，也难怪麻雀飞弹会在他前面当场爆炸，把他吓死了哈。但这个总之，汉光演习现在是说没有剧本，你不觉得很矛盾吗？最接近实战。那最接近实战，当然要这个四对抗，就是兵对兵，你可能是蓝军，可能是红军，然后这样对抗或者是什么，不管什么军，就分成两兆在对打，才是要演习呀。那他现在好像说，第一个最接近实况，结果又不要这个对抗，实兵对抗，这两句话是矛盾的。我们不了解说这样怎么变成一个最接近实况？什么叫最接近实况？而且好看的一些项目都不见，所以他到底在演习什么？而且我一直觉得很纳闷。现在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顾立雄上台之后，我们的防守线好像一直往内推，一直往内推。中国大陆的不管舰啊、机啊，不断的这个向我们这边来靠。我们整个的纵深越来越小，我们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，这个就是国防部长这个顾立雄文人出身的上台的一个结果，把我们的官兵说衣装不整，动作不成熟，你是不是太贬低我们的国军了？说国军打仗就这个样子啊，计算这个服装有没有整齐，老实讲我没有那么在意，我在意的是动作不成熟，那什么意思啊？你训练假的，啊，然后你说不要当笑话来看，那就当众出丑哦，对不对？当众出糗，是不是？怎么会这样的汉官演习？我不知道他到底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，还是说他要装可怜，说你看我们的部队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美国你要帮我们打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不知道。否则你会觉得说，要演习当时最强的地方拿出来呀，最整齐的地方拿出来呀。你现在都还没开始拿出来，就开始讲了，就先露自己的气。预防针啊！哎，预防针，说这个动作不成熟啊，服装不整齐啊，你们不要见怪啊，打仗就这个样子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好，没有假想敌的演习叫做很实战，我也真的是不懂为什么哈。而且接下来呢，有人说。淡水河口都守不住，你确定要这样玩吗？立正杰
将军就说了，他们可能现在紧张到连剧本都写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说无剧本，你知道？我就一句话，紧急到连编剧本都来不及编。就是现在来讲，我们台湾海峡的情势已经紧迫到连剧本都来不及编一个演习的剧本，所以无剧本就直接上。那大家整个去把你的作战计划整个拉出来，把部队拉出来搞一遍。演习怎么可能会说是没剧本的？我问你，你不要想说我们台湾有多强，美军演习要不要有剧本？他有没有演练科目？有吗？我们现在看到的，不管是肩并肩演习，或者是马上实施环太平洋军演，他都把他科目列出来。所以这个怎么演习啊？这就是什么？就是紧急到说我来不及写剧本嘛。目前台海的状况已经就是说，我现在就是说，以前来讲的话，为什么要做汉光演习？就是验证我们防卫作战到底有什么地方有缺点要改进的，还有一些我们需要有一些数据，就像是科学室里面、研究室里面做实验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实验的一个计划写出来以后，我要按照这步骤来做，来做的过程之中发现一些数据或干什么，我将来才能够做参考。那你如果说都没有剧本，你是不是就撒出去什么都不管了？不，那我问一下厉将军，那如果说是用这个海警哦，来夺岛、来围岛的话，那汉光演习发挥得了效果吗？现在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国防部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就发挥不了效果啊。他现在很可能就是，我觉得说是不是国防部有什么感觉或怎么样，他有什么情资，会不会就是猝然之下，像菲律宾那样子，在没有预警之下就对台湾动手了？所以我们现在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再去演练，说按照我们编个剧本，我们来演练，今天是这要在海湖海滩登陆，还干什么？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